你是医生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要尊重患者的意愿。我们唯一应该考虑的只有病情。血压、心率，1毫克肾上腺素定推。作为一名医生，无论在任何时候，都不受到疾病以外的因素所干扰。你知道你现在的情况有多危险吗？治病不难，难的是救人。有的时候真的很难抉择。 抖音。